はん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登場式だったから、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、もう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、踊るポッポリピーシャラピー、お腹が減ったよ。小玉的生日礼物。六月真没劲，连一个节日都没有。要是每个月都有黄金周就好了。再这么懒散下去，你要怎么办？对了，我记得小玉的生日就是在六月。我得有点行动才行啊，毕竟小玉平时一直都很照顾我。今天也借了颜料给我，昨天还教我做作业。这么说起来，好像前天还陪我练习单杠到很晚呢。与其说是关照你，不如说是你一直给他添麻烦。这次必须得送他一个华丽的礼物，表达我满腔的谢意。啊，送什么好呢？哎，华丽的礼物。嗯，要是姐姐的话，想要什么呢？我想想，华丽是什么概念呢？那就是秀秀的签名海报和照片集，还有演唱会的票，这三种合在一起就好了。啊，秀秀。我想要调味料的组合装，那个里面可以放很多调味料，很华丽吧？啊。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没什么想要的了。哎呀，对于我来说，家人的健康是最好的礼物。啊，华丽的礼物啊。嗯，想要什么都可以说说看。啊，突然来问我想要什么东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纯粹的眼神难道是为了我的生日，就在准备偷偷存钱吗？那想要什么呢？多么贴心的孙女儿啊！不过，不能得意忘形了，爷爷就得有爷爷的样子，现在一定要好好忍耐。只要一块擦手巾，我看就行了。啊，再认真考虑一下嘛。什么？不需要手下留情吗？原来如此，丸子为了时日无多的我，我明白了。这样的话，男子汉有藏，就考虑一下这一生中最华丽的礼物。那么就买枕头吧。哎，买枕头？啊，枕头的话，每天都使用，是好睡眠不可欠缺的东西啊。枕头什么的，小玉不会想要的。小玉。嗯，我在犹豫要给小玉送什么生日礼物，所以才问大家。不过看起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好主意呀。再见。生日和所好，爷爷欣然等孙女，岂料赠他人，有藏空欢喜的心中诗句。第二天。对了，年子你准备的怎么样？我已经决定好要送什么了。哎，决定了。嗯，之前我去买笔记本的时候遇到了小玉。哇，这个好可爱呀，不过有点贵哦。如果我送给他那套文具的话，小玉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要送什么好呢？
小鱼会想要什么东西呢？对了，小玉，嗯，怎么了？小玉，你平时喜欢什么呀？嗯，还是喜欢炸面包吧。不是说学校午餐啦。其他喜欢的食物吗？但就是喜欢甜瓜、蛋糕之类的。我不是说吃的东西。哎，那是什么？那个，这可怎么说好呢？啊，对了，你觉得什么东西比较可爱？可爱的东西，那就是小猫了。附近有一只大猫，生了一群小猫，非常可爱呢。猫可是不能送的呀。哎，不可能。我是说除了动物之外呢。这样啊，是什么呢？我想保密送礼物的事情，又想知道他想要什么，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个好可爱。哎，什么？你看，那个是针。哦，是啊，好可爱呀。是抽奖的三等奖啊。对了，小丸子，今天来我家吗？嗯，好啊。昨天我妈妈烤了曲奇饼，一起吃吧，好不好啊？哇，我最喜欢吃小鱼妈妈做的曲奇饼了。哦，对了，去小鱼的房间，说不定能发现她想要什么。来，一起来参加舞会吧。嗯，一起去吧。这场舞会我等了好久呢。小鱼的东西都好时髦啊，和我家真是差太多了。啊，大城堡了，不知道王子这个时候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小王子，哇，我走神了。小鱼，茶泡好了。来了，我稍微去一下。嗯。桌上也有好多可爱的东西啊。一点收获都没有。樱同学，长崎同学和替山同学啊。哎，那蝴蝶结是一对的。嗯，刚才我们俩去买东西了，今年最流行的就是方格图案了，所以我们两个就领先时髦啦。哇，真可爱呀，看起来很适合你们呢。哎，方格图案，嗯，不错。没想到方格图案的东西这么多，都眼花缭乱了。嗯，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很时髦，小玉一定会喜欢的。我想我要找的就是这个啦。啊，600元，我回来了。这个给你，静刚的外婆给你的零花钱。哎，为什么？刚才有事情到家里来了，你不在。这个呢，就是他给你的。喏。有200元呢，这也就是说，我现在总共有260元，算起来。我还差340元。嗯，这样的话应该来得及。第二天。对了，今天要不要一起去看连环话剧啊？嗯，好啊。我还是不去了，对不起。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嗯，有点事。啊，妈妈，欢迎回来。嗯，小丸子，你在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一看不就知道了。我当然是在除草啦。哎，真少见。啊，你该不会是考试又考砸了吧？明明是做好事却被怀疑的小丸子。变得干净多了，谢谢，给你，这是奖励。妈妈，我主动帮忙做事，你居然只给10元。哎呀，有怨言的话就还给我。真是的，这不是怨言了，只不过要是你现在再给我10元，我会再加把劲儿的，对妈妈也有好处啦。什么意思？
再给我10元的话，我就会努力一点帮妈妈做更多的事，而妈妈也能轻松一点嘛。而且附近的人会说，小丸子真是个会帮忙的好孩子，肯定是妈妈的教育方法好。这样一来的话，妈妈你也会觉得很有面子的，对吧？这可是很划算的哟。这种唬人的话妈妈才不会上当呢。还想要10元的话，就把院子里的杂草也给除了。知道了。哎，小丸子，过来给我揉揉腰啊。好，我来了。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今天这么殷勤，居然一觉就过来了啊。帅气的先生，1分钟20元。什么呀，居然要钱？那算了，我不要了。这样啊，好吧，看样子我也只有去给爷爷揉腰了。我按摩得很舒服，爷爷他一定会很乐意付钱的。哎，等等啊。干什么？免费的按摩我可不干呢。你这个家伙，好吧，那便宜点，1分钟10块钱怎么样？跟小孩子讨价还价，真没个大人样。我这是在教你做生意的残酷。这可是用来给小玉买生日礼物的钱，1分钱都不能便宜的。那就当我没说过吧。那2分钟30元怎么样啊？成交，那就拜托你了。果然还是爸爸比较厉害。客人，你的背很僵硬啊，要不要再加10元，让我帮你多揉揉呀？好，来多揉揉吧。哎呀，没想到小丸子也很厉害啊。真希望快点存满。后半集继续。妈妈，今天回来之后我也会帮忙的，你好好想想要让我做什么吧。知道了知道了，快去上学吧。那就拜托了，我走了。上可爱的丝带吧。等着我，小玉。对了，要不要绕到公园去玩一下？对不起啊，我今天有点事。小丸子最近很忙啊。要回家帮忙做家务。这样啊，那加油吧。嗯，小玉。去买卷心菜和黄瓜吧。知道了。找林就当做你的报酬好了。哇，那我先走了，妈妈。卷心菜，黄瓜，卷心菜，黄瓜。妈妈，我去图书馆了。和小丸子一起去吗？没有，今天我一个人去。小丸子最近好像很忙的呢。这样啊，一会儿也许会下雨，记得带上伞哦。我知道了。啊，掉到哪里去了呢？刚才我还拿得好好的呀。啊，还是没有，没有，不见了。妈妈难得同意把找零给我的。再好好的找一次，毕竟这些钱是要给小玉买礼物的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找到。是在这条路上弄丢的。小丸子，小玉，你丢了什么东西吗？掉了钱包。别担心，那里面只有买菜剩下的10元而已，一起找吧。可是小玉，你这是刚好要出去吧？没事的。什么样子的钱包？那个差不多这么大的，是红色的，上面画着花的。我知道了，快点找吧。找不到了。下雨了。没事的，你看我
了吧？哎，小丸子要是找不到的话，会有麻烦吧？反正钱包扣子也坏了，妈妈虽然说找零钱给我当报酬，也只是区区10元而已。没事没事的，小玉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那样可不行。哦，那是你拼命的帮妈妈做事情才赚到的一点点报酬啊！好好找一找吧，肯定能找得到的。小玉，啊，我们一起再找找吧。小玉，谢谢你，能找到真是太好了。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，为了小鱼的生日努力呀，再多干一点活呀，努力呀，忍耐忍耐，存钱存钱，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，存了多少钱呢？真的假的？居然710元，太厉害了！我给小鱼买生日礼物去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！好久没买吃的东西了，买点什么吧。啊，那个是真，小鱼好像很喜欢的。如果把那个别在手提袋上，小鱼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阿姨，我要抽奖。哎呀，这么快啊，买好礼物了吗？没有。哎呀，店铺今天没开门吗？不是这样的。妈妈求你了，借我点钱吧。为了这个居然花了200元。因为小鱼曾经说他很喜欢，我想把这个别在手提袋上送给他。但是你也不能抽奖抽到买手提袋的钱都不够用了吧。嗯，这可是你帮忙做事努力存下来的钱，真是傻丫头。这个我自己当然最清楚了。生日就是明天了吧，用剩下的钱再去看看有什么礼物可买吧。但是用心去选的话，不管是什么，小鱼都会高兴的。嗯，想要送给小玉的。哎呀，丸子。哦，奶奶，你是来买东西的吗？嗯，但是现在买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个笨蛋，现在买不了了。丸子，这样啊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嗯，不过妈妈说只要是用心选的礼物，小鱼肯定都会喜欢的，所以我就放弃手提袋了。丸子啊，说不定这一次你不用放弃哟。哎，为什么？哇，这么多呀。啊，这个也好可爱呀。啊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不错的。啊，这个和手提袋的花纹一样。我想剩下的钱应该够了吧。嗯，谢谢你奶奶，奶奶果然名不虚传呢。怎么样，姜还是老的辣吧。丸子，直直的从这里剪下去。好，等剪完之后你帮我别上绷针。嗯，知道了。手工制作的手提袋吗？真可爱，可以让我看制作方法吗？可以呀，有针在这里，小心点。好。丸
子真的很喜欢小玉啊，表情那么开心。手提袋是妈妈、奶奶和我一起做的，谢谢你，小丸子。啊，这个你记得？嗯，对不起啊，最近都没和你一起玩。嗯，不用介意啊，以后还是一起玩吧。嗯，我会一只一只珍惜这个手提袋的，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手提袋。啊。真漂亮，丽同学真有品味呀、啊！手工真好看呐、啊！此时小丸子家，啊，果然还是太小了一点吧。爸爸，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。奶奶，你教我缝纫吧，我想要做点东西送给爷爷。是小了一点，也饱含了心意呀、啊。啊，虽然很小，不过可是倾注了小丸子的真心的枕头啊。小丸子虽然没有买成店里的手提袋，但却因此做出了更加出色的礼物。撒娇要刚提玩具怎么行啊？没给你买很遗憾，但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。我在家里说的话他们也都不听，真是太让人生气了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离家出走和永泽想要玩具钢琴，敬请期待哟。Bye.